头발전할수있는중요한계기가될것입니다一方面韩国文化企业和机构可以通过博览会这个平台了解到中国文化世界由于韩国作为主编国身份的参与将会加速实现中国版权走出去战略为中国的企业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和空间한국은주민국으로서이번행사를참여함으로써많은중국기업에대해서기회를주어줄수있을것입니다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虽然只有短短几天时间，但是它却跨越海疆，用我们彼此的。我是北京代表的韩国就业委员会北京代表所长朴周红。刚才非常高兴这个联合董事长为了制作本次活动从各国来了很多嘉宾이번주민국행사에많은도움을주신한국관광공사국경기사안용원지사님한국문화산업진흥원봉기영소장님그리고한국저작권연회박인비버리사랑한바레나차윤영我们有请了为了本次主民国活动给予记者李道球科长和가장많이알려진한국비보이뮤지컬공연이소개해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我们邀请了在韩国最出名的街舞团团员们爱上街舞少年的芭蕾少女演出团是在韩国非常有名的演出团之一他们在韩国大学路上有着长期的表演而他们的演出是由韩国的街舞连加在传统的芭蕾舞蹈上的创作性的歌舞剧近期将在中国上演下面我们邀请街舞团团员上台这个表情来不如拿我进去